嗨，不好意思啊，打扰你练车。今天的主角周杰伦终于现身喽！我有个很大的问题想问你。你说。怎么你脚不臭啊？啊？怎么你脚不臭啊？我脚本来就不臭啊。你不红之前脚就不臭吗？没有。哎，你说红了之后脚也跟着不臭。哪有红啊？没有红。你看没自信，我们等一下送他的礼物就很适合他。你很红。在哪里呢？在这片青草地上，我们的礼物藏在。听到声音了，在那边。这就是我们今天要送给周杰伦的爱的礼物，十人啦啦队组。精神，但你们会不会一些，比如说专门为周杰伦设计了一套，有没有？好，来，而且为周杰伦设计的牌子哦 ，J E O Jogay。同学们竟然不小心把字卡排错了，还真是糗啊！好，那等一下呢，你们要随时随地让周杰伦有一种精神很就是十足的感觉，然后充满活力的感觉。但是我看刚刚那个抛人那招会不会很难？你要不要去试试看？你去试试看啦！我只不过是来送礼物的。在大 S 的怂恿下，小 S 会不会接受高空抛接的挑战呢？高空抛接就是由男啦啦队员将人抛到空中，而高度大约是400公分。小 S 的心脏有办法负荷这样的高度吗？试看，有，等一下，有人腿摔断过吗？没有，试试看啦。等一下，我不要叫他那么高哦，一点点就好。哎。你敢看看拉电啊，坐下吧，什么坐下，给我丢心的，你们等一下，你敢给我使什么意思？没有啊，我说小丽，我说小丽，不准丢太大力，不要丢太大力，小丽走。让我们再看一次重播镜头。小 S， 你的嘴也张得太大了吧！SOS 就这样带着吵吵闹闹的啦啦队员们准备去拜访周杰伦。两位主持人立即来到周杰伦所属的唱片公司，找寻我们今天的主角。不好意思，我们来找周杰伦。他在楼上练歌啊？那他平常都会来这个办公室吗？那他平常最常活动的地方是哪里？他自己的办公室吗？你们也太爱周杰伦了吧！谁知道碰到的刚好。平常周杰伦他就是在这边，然后那个办公室是周董的，就是你们都叫他周董，是不是？为什么？因为他都会来公司帮我们做事情啊。他也常常来公司吗？对啊，他每天都来。那现在周杰伦应该很公司应该很多他的产品吧？不是他个人做吗？帽子是歌迷送他，还是他平常上节目戴的？有一些是歌迷送，有一些是他自己买的。根据唱片公司的宣传人员指出，平常酷爱戴棒球帽的周杰伦收集的帽子竟然有50顶之多。我知道这个双节棍，就是周杰伦在 MV 里面弄的那只嘛。对，而且他的歌里面一直提到双节棍，他好像很喜欢双节棍。哎，这只双节棍就是周杰伦平常用的那只吗？他真的会耍？他在演唱会里面听说会表演双节棍，他有没有在公司练习过，然后殴打到你们？还是打到自己？等一下，我们一起周杰伦为我们现场表演一下双节棍。另外，这地上呢，全都是，是不是周杰伦的鞋子？你看看他，男生就是这样，一样的球鞋要买2双，不同颜色。他品味还算不错，我觉得他的球鞋都还蛮好看的。这就是 R&B 小天王周杰伦平常所穿的鞋子。有人透露有他的衣柜在这边，我们去看一下。上锁呢？哇，还上锁？周杰伦的衣柜竟然还上了锁，
难道里面隐藏了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吗？哇，颜色都好深哦。对呀、啊欸，我来看看有没有静静，你看。这个衣服有什么好上锁的？真的掉了，我再补两件给他。哎，这个发表上面就会穿的吗？这件红衣服是不是这件？是不是这件？来来来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哦，封面的红外套就是这个。嗯，就是各位那个员工们，就是这种 T 恤啊，用这种衣架吊啊，就会产生把衣服吊翘肩膀，就是肩膀会变凸的。所以上锁也没用，因为人家偷到之后啊，也不能穿，因为肩膀会有两个尖尖的。有点颠倒了，猛上好浪费哦。各位观众，你们知道吗？要是你有高级衣料做成衣服，千万不要用铁丝制成的衣架，否则挂久了，衣服的肩线可是会变形的哦。太无聊，这边有比较旧的，不错，挪一下。哎，周杰伦脚不臭哎，他这双鞋有常穿吗？这件衣服怎么可能？他一定用防臭气垫。这件衣服感觉很有纪念感。你闻他脚完全不臭，真的不臭哎！怎么可能？好悬哦！一双一双闻，这双臭不臭？不臭。他这双有常穿吗？为什么周杰伦脚不臭？小 S 为了确定周杰伦的脚到底臭不臭，竟然还一双一双拿来闻，最后得到的结论是。小 S， 你还真是有点无聊哎。干嘛偷人家三节棍？这也是八楼，就是周杰伦呢，他在后面那个录音室。然后听说呢，他以前录音的时候呢，都是以录音室为家，所以说他们会住在里面，里面有很多他日常生活的用品。里面就有那个可以洗澡啊什么的，卫浴设备都有。我们来看，他好像录音室就是他的最宝贝的地方嘛，平常是不能参观，对不对？一般人都不能进去，因为他比较可以会打到，所以喜欢去那种不准进去的地方。就是，嘿嘿，气死周杰伦！干嘛气死啦？练唱，练唱在背歌。啊，而且你现在听到周杰伦练唱。哎，这里设备好齐全哦，你看，对啊，电视、电脑、影印机，还有音响。会议桌，然后这边呢也都是周杰伦的球鞋。我想这边的应该就有比较臭的吧。这边那双看起来还蛮旧的。这双是周杰伦的吗？对，不要闻臭别人。怎么样，臭不臭？啊？你自己闻，我可没有在说谎。我这其实也真的不臭。你自己，怎么可能啊？哎，这一双应该是我真的看一样鞋子买三双，这个楼下该就有。对，还有两张一样的。不臭，不臭，鞋子的味道，怎么会这么神奇啊？奇怪，周杰伦在还没有红之前脚就不臭吗？他脚我们从来不会闻。你没有这个习惯就对了。对了，大概也只有这双鞋是谁的？你有个女生的鞋子。在周杰伦的录音室内，竟然发现一双可疑的女鞋。周杰伦平常录音室有没有什么不明不知名的女性来看的？公司。蔡依林会来看的吗？立刻摇头，问公司的人怎么会讲呢？SOS 马上进入录音室内，来看看周杰伦配唱的情况。杰伦，嗨，不好意思哦，打扰你练唱。今天的主角周杰伦终于现身喽！我有个很大的问题想问你。你说。怎么你脚不臭啊？啊？怎么你脚不臭啊？脚本就不臭吗、欸、你不红之前脚就不臭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还红了之后脚也跟着不臭。哪有红啊，不要红。你看没自信，我们等一下送他的礼物就很适合他。其实你很红，那你表演看看。周杰伦问了 SOS 特别示范他的独门绝技双截棍。哇，好厉害好厉害。我知道周杰伦的秘诀，前面乱揉乱揉。快点快点，周杰伦跟小 S 的双截棍大对决。这是想着夹夹的，很厉害很厉害。你最想要的东西是跑车吗？对啊。那你猜刘畊宏还有宪哥还有蔡依林他们三个会联合起来送你什么？是他们三个联合起来送？对，三个人对不对？应该跑车。歌坛小天王周杰伦似乎对跑车情有独钟哦。SOS 马上带周杰伦到楼下看看他今天的爱的礼物。单哦，好嘞，一、二、三，来 ，Go， 1 2
礼物，看来周杰伦似乎有点哭笑不得。就是红色的跑车，没有，因为我们都知道你平常其实是很害羞，而且感觉上很没有自信，而且你又演唱会快要到了，所以很需要大家的鼓励，对，所以我们集结了这些原因。就选出了这样的礼物，对，棒。然后这个礼物呢，它会跟随你一整天。听到这个消息，周杰伦知道他今天不太好过喽。台湾先生，请上台。周杰伦也只好勉为其难地收下这份爱的礼物。接下来周杰伦必须前往舞蹈工作室排练他香港演唱会的舞蹈。在他前往舞蹈工作室的途中，周杰伦决定趁机小睡一下。周杰伦 GO GO 周杰伦 GO GO 周杰伦 GO GO 周杰伦 GO小声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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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继续睡觉哦。继续睡觉，继续睡觉，随心就好，随心，啊，可以哦。好的，彩球不用，彩球不用，对。远一点，远一点。好，大家可以睡觉哦，休息一下哦。不行，今天任务是。妈妈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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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周杰伦终于受不了吵闹的啦啦队，决定落跑喽。五分钟后，啦啦队如此大的阵仗，连舞群都看到傻眼喽。